第一，纯理备查；二，本院经管会督导证交所及柜台买卖中心发布实施之上市上柜公司诚信经营守则，有助于企业健全发展及提升国际反贪与透明作为之平衡，请并同目前已推动之强化公司治理、企业社会责任及诚信经营各项措施积极落实。